环卖牛河抢先市，菜篮68美元，粤式牛河熬8小时，牛骨汤自制河粉2018/07。03布克马克作为菜篮的粉丝们，应该常常看到他专栏提及墨尔本越南粉名店永记。这家被菜篮誉为最好味的牛肉粉店，一共在专栏内出现达33次之多，可见他对其特别钟爱。以文字分享多年，终于把这间店带到香港，更冠上菜篮自己的名号。最大原因是我喜欢吃，想香港都吃得到。我跟他们有多年交情，又追捧他们多年，最终买得他们的技术，来香港开店。蔡澜说，以自己名字开店，制作当然认真。请来永记厨师监督，每日以50斤澳洲牛骨头、肉及香料一包包熬制，不满意不用。汤要清，喝一口会在心里留下印象，这是越南牛肉粉最最要的条件。蔡澜说，因为一般进口的河粉会令韧度流失，店内特设一架制粉机，每日新鲜制作，河粉米香丰富。店子位处中环地段，但价钱尚算合理，68美元一碗，味道正宗，值得一试。采访：杨志强、刘明慧摄影，叶天荣菜篮非地址：中环威灵顿街15-25号，电话23259-1170营业时间8 AM 12 MN 备。7月5日正式营业详情 ：https://goo.gl/spowyz。